为了纾解漳水路的交通，水利乡公所争取经费办理环社排水的勘挂工程，将两边阁延伸30米。十一号早起，乡长林英嘉是前往工程现场来视察，关心目前施工的进度。秀水乡环社排水进行加挂工程，乡长林英嘉、议员叶国雄是来到现场关心工程进度。为了纾解漳水路的交通，秀水乡公所是来争取经费，并且加上公所的配合款，开了将近2000万办理这环社排水加挂工程，将两边阁延伸30米，希望会当少出改善这常常塞车的状况。秀水乡目前哈一个重大工程，就是这个漳水路哈。横跨漳水路的这个翻设干线加盖工程哈，加盖工程两侧哈各延伸30米诶加盖哈看管，为了疏解我们整个漳水路的这个拥塞的这个情形哈，一边是通往咱这个后林路，一边是通咱这个秀福路，相边这个加盖工程，因为赶在咱今年这个。管理处哈，农水署管理处这个灌溉的这个停水期，所以讲配合厂商嘛，非常的配合哈。这边的工程总金额将近2000万，而且嘛感谢咱中央管政府哈，我们那个上级补助了800万，以及咱这个地方哈，咱经过咱代表会哈的同意，嘛感谢代表会的这个支持哈，1100万。来完成这个加盖工程哈。这座桥吼，以往吼拢常常吼，一只咧塞车啦。要这个会使讲，这是一个瓶颈。咱的秀水乡长林明家非常有魄力，嘛真正体谅咱彰化县政府吼，因为这个财政的这个困难吼，所以讲，伊这届彰化县政府是补助800万。因为无够的1100万，是由咱秀水乡乡公所特别送来咱代表会通过，会使讲吼，真正有魄力的一个乡长，要来解决咱秀水乡吼这个漳水路这个因为这个甲秀福路甲福林巷的这个福林路的这个瓶颈。乡长表示，工程完成了后，将有效改善并且提升乡民交通的便利性。买当促进地方的欢迎，对秀水的发展是非常有利。新中华新闻蔡中清秀水采访报道。